好，痛苦溪流，寒风农场，这张图跟我的颜色好像蛮搭的，其实。Hello，大卫，你有要休机吗？Hello，可以不要站着不动吗？好，有人受伤了，OK。哎，我怎么两次都没有按到300？哦，是枯魔，是枯魔，是枯魔。他在追，他在去大雾追人，OK。不是啊，这个大卫到底要不要修啊？在那边给我蹲呢、欸，他要毁灭，啊，他倒了，不是你这样赶快过来给我修修修，这就开了，你在吞什么东西？完了，这队友好像有点不太行哎、欸，那个大卫有点太孬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真的是很不会看欸，那个南希。完啦，这个枯魔要我啊！哦，那个大卫刚刚过来修，再来就修开了，真的是不知道他在干嘛哎、欸，那个大卫欠骂哎、欸。撞击有 sense 哦，还不错哦。他走了，我先修这台。哇，你把这个板给下掉了，你干嘛啊，大哥？你这样修不开啦！大哥，你在干嘛？你还给我倒在那边，哦，我真的是要吐血，这个人乱下那个板。他下板之后还不走哎、欸，还在原地给我修哎、欸，很猛哎、欸，这个人，这个真的蛮猛的。完了，这个毁灭，哇，队友倒了。这板没了啦，你现在修这台来不及啊，他挂完了一定赶得过来啊。玩过枯魔我知道啊，他一定赶得过来。啊，想不到吧？一个骗，一个 Duke。完了，这个人不会对付枯魔啊！完蛋了，这个菲利克斯菲利牛排他不会对付枯魔啦，他一直在白给啦哦，然后够伤那个也没人救，队友有没有救啊？
干这种怎么够直？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完没办法，我已经撑够久了，他们三个都满血了，我撑够久了，我真的已经撑够久了，这边都没反，哎呦，不要再贝利牛排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哦，我真的快被他气到吐血，这个贝利牛排到底在搞啊？完了，这个南希好像也被看到了。对，完了，这群，哇！哦，真是要吐血！这群队友到底在干嘛？可以了吧？够久了吧，队友？有了有了，心脏撑起来了！有了有了，我用心脏把我整个人撑起来，我带心脏，还好我带心脏。我先，哎呦，哇，门打开嘞，哪边的门开啦？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。我们先等一下，等 DH 回好。哦，他去追 P3，OK OK， 那我们先赶快过去。哦，那个门是队友开的吗？还是枯魔开的？哦，他没有那个，他没一刀。哦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。这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哈哈哈！在干嘛？走了啦，别玩了，走了走了。他是干嘛中风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感谢杨元家75，看在溜那么久份上，对啊，好累哦。哦 ，R3 的枯魔哎，哦，难怪我有个队友不太会玩，他 R19 的，这个是菲利牛排吗？
所以非牛排是这个，难怪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有一个不知道在干嘛，那乱搞，不知道是从哪小欠揍哎、欸，一定是非牛排，我也觉得感觉很像，好吧，好啦，至少我们成功逃出来。不过这个阿三的枯魔还蛮会的，可是他虽然已经玩懂枯魔，他还带这个就是化物二十一看气场的，可是他还是因为我也会玩枯魔，所以他被我溜到。没办法抓到我，因为我懂大概怎么遛枯魔，所以他抓到我其实算是一个很错误的选择，应该要去追其他队友才对。